这个烤全，这是平的，三道平，啊，算是平的平。这个垃圾呢，我每天晚上呢，可以捡，像满满的一个三轮车，啊，这个三轮车呢，卖呢，大概可以卖个15块钱左右，一个月呢可以捡300到400块钱。 我这个垃圾呢，开始呢，我这个孩子啊，什么好玩的，是吧？你坚持一件，拖拉杆上，都脏啊，扔的垃圾杆上又破又脏的，啊，这个我们也不求这个钱，要扔垃圾杆上，啊，反正我，我今年已经是89周岁了，我这样通过了我的自己劳动啊，我感到更好的，心情舒畅，还愉快。 谢谢啊，好谢谢。每天晚上他们都留着给我，这些垃圾呢，卖了，卖了钱，卖了钱呢，赞助穷孩子上大学，啊，我现在是4个孩子上大学，啊，两个孩子呢，已经毕业工作了，两个孩子。 还有两个，有人说我，你啊有退休工资，还要见垃圾说是吧？那退休工资再让人家上大学可以了，我说那不是这样讲的，啊，这是我的心，啊，我的爱心。谢谢，你辛苦。我给你看个东西啊、哦。 这个太美了，太美了啊！光荣啊，我们长得伟大。我说你，我陪我走一圈儿。他说多少？我走不动，捡垃圾捡得多的。每天他10点半出门，我睡觉，这不早上他起我起床了。